双头龙卷风全部倒进大碗公，捧高畅饮配上美食，一口一串，越吃越过瘾。太嘎好矮嘿梅森，今天带你们来到台南超人气的串酒厂杏花村，店内的设计充满浓浓的中国风哦，墙上的画也都是老板家人自己画，都超厉害的。但梅森今天是被他们家的烤串给吸引的哦，看着师傅利落的刷上独家烤酱，我在旁边看到口水都要流光了。他们家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种哦，而且还推出了多人派对的拼盘，彻底解决我的选择障碍。可是吃烤串怎么可以没有特调呢？专业的 bartender 调出一杯杯超好喝的大人饮料哦，人生的酸甜苦辣他都能呈现哦。最强的就是这个超浮夸的大碗公，放上自制的果干以及食用花点缀，仿佛就好像是一座盎然的花园。一端上桌，你们就是全场的焦点。喝的时候还是用大汤匙和汤碗品尝哎，但我觉得整个端起来喝才爽啊！来到杏花村，真的都是给我满满的视觉飨宴哦。这个超丰盛的雅集套餐，每道食材都烤到恰到好处，四季豆、鸡心、鸡翅、鸡软骨、甜不辣、烤丝瓜、蔬菜等等，还有各种海鲜肉卷，我真的吃得超级过瘾，超级满足。今晚就等你去喽！